最近啊，经常下雨。现在是下午啊，早晨起来，大概半夜吧，半夜下了一次。然后上午呢，这个没有乌云啊，晴着天儿下了一小会儿。现在呢，乌云上来了，又下雨了。我怎么感觉，西班牙不是以这个每年超过300天的日照，阳光灿烂啊，吸引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，或者是东欧的啊，东欧、北欧、西欧的人，甚至北美的、亚洲的都到我们这儿来。现在怎么跟啊，去年、前年都没有这么大的雨量啊？可能跟疫情有关系啊。人们的出行、工业的生产、汽车的行驶，是吧？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都在大幅度的、急剧的减少。哎呀，也算是失之东篱是吗？啊，收之桑榆啊，可能说的不准确这个词儿啊。用塞翁失马、焉知非福，或者能量守恒来形容，不知道是否确切啊，有点词不达意了啊。但是这小风刮过来，凉飕飕的啊，空气质量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清新，不错不错，挺好挺好。哎呀，祝大家有个好心情。